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哥，我是静静。静静，我好想要一个娃娃呀！想要娃娃自己抓呀。嗯，那上哪里抓呢？来到这来抓，一二三，静静，看，真是它了，这是我们的迷你娃娃机，好可爱的娃娃机啊！你知道它怎么玩吗？我玩过商场里面的。对，这跟商场差不多。你看这里有好多硬币，我们先投个币。来，这是我们要用到的游戏币啦。嗯，然后呢，然后把开关打开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喽。跟着节奏。嗯，我们投个币。游戏开始。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，来，我想要一个小球。哦，小球来吧。嗯，那我先把它往右面挪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左右控制的。然后我想让它张开。张开的话，对，就是摁它。嗯，错过了。对，你要前后再摇一摇，用它。嗯，给你个小提示。嗯。然后再往右面挪一点。我要对准它。对准了没？我看周这个是抓不下的，不会的，你看，哎，来小心小心，对，这时候要收碗了，再来一次，对，就是在这个时间内，你还剩11秒的时间，11秒啊，再过11秒你抓不上就完了，可以可以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我可以，噔噔。时间到了，也就是60秒的时间里没有把这个娃娃抓上来。我抓上来了，没有掉下去。对啊，所以你这个就算失败了。那我以一个高手的角度来亲身示范一下这款游戏应该怎么玩呢？ Yes， 我先把你这个球拿出来吧。来，先往左移。好了，到达洞口了，我把这个放下。噔噔，出来了。我呢，现在再给自己挖一个。往右边走一点，右走一点，这是左，对着大家是右呢。哦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撒碗啦，噔噔，有点悬，不怕不怕，我再往后，还有25秒，完全够，我再收一次碗，还有19秒，没关系，时间是够的，加油高手，一定要淡定，我这锲而不舍的精神。我再抓，你看我的猪在颤抖。来，我们回洞里，就差一点。妈呀！你咋不提示我的？我刚才是对吧？接下来我们抓点不一样的东西。周周，我已经把娃娃机给你清空了。接下来呢？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的好东西给你放进去，你看。这都是什么呀，静静？你看，这就是你最不爱吃的酸溜溜的梅了。待会要是你抓了它，你就可就给它吃掉啊！我不想吃了，怎么办？这怎么还有袜子呢？这是给你准备的小惊喜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里面是什么？不告诉你，待会你抓出来就知道了。还有糖果呀、饼干啊，噔噔，看你的能力，想吃就自己抓出来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接下来就考验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到了。Are you ready?我要东西，你要吃，我要小袜子，小袜子会有惊喜的哟。呀、yeah ！哦，卡住了，太大了。Why？ 为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只能使用一些小技巧了。啊！噔噔，来，你可以看一下你这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。我的小袜子。你的小袜子是啥呢？ Yeah?呀，是一只从泰国来的小象，真可爱。我想吃跳跳糖。行，跳跳糖。哦呦，在那角落呢，我估计对，特别难拿。嗯，来吧，你看我的实力。Are you ready? Go！ 这太魔性了，真的是。一下，什么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差一点点，我们周周的跳跳糖差一点点就抓起来了。哇！我是什么？恭喜我们周获得了他最喜欢的跳跳糖。哦、他
太棒了！猪猪的跳跳糖来吃了它，最爱的跳跳糖。所以我们这个游戏玩的还开心吗？我收获特别多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对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自己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在里面掉来掉去，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啦。那下次再带你玩更好玩的玩具。好呢，那么多话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